属兔的朋友在本周里头处事呢要力求圆融，方能够左右逢源。属龙朋友在本周里头会发现，好像压力有点过度的累积，因此要小心健康受损。属蛇的朋友在这个礼拜会发现，四处奔波非常的忙碌，应该要尽量的避免步调上的一些混乱。